那妈妈问你上学好不好玩，你还要不要再去上学？要吗？还要不要再去上学？那你今天有没有哭哭？没有啊。老师说你有哭哭耶。你什么时候哭哭的？昨天。昨天？不是，我说今天上学的时候有没有哭哭？有啊，为什么哭哭？可是小朋友没人陪玩啊。小朋友没人陪你玩哦，那你就自己去玩溜滑梯就好了啊。可是会烫烫。会烫烫哦，真的、哦，烫烫就不要玩啊。烫烫你就等凉凉的时候再去玩，去玩别的，知道吗？可是有一个 boy 是溜滑梯，是一个 very good。真的、哦。他眼光一直转，没有成功。对。哦，真的。那你今天有没有乖乖自己吃饭？有。可以开始 clean up。clean up， 然后呢？那小孩已经 clean up。真的、哦？那老师有没有喂你吃饭？你都自己吃，对不对？好棒哦！那你睡觉嘞？睡觉，爸爸。你有没有拿北北睡觉？对。你用北北这样睡觉，那老师拿北北给你是不是？那你平常上课的时候有要拿北北吗？老师给你把北北收起来是不是？可是有 teacher 有帮我盖北北盖住。哦 ，teacher 有帮你盖北北，那你有没有睡着？我没有踢北北。你没有踢北北啊、哦？那你又睡着好舒服、哦。有啊，老师讲。没有怎样。那踢球有没有给你拍拍睡觉？你自己睡觉。那你明天要不要去上学？要啊 ，OK。拜拜。好棒棒哦，蛋头会自己上学的耶，对不对？上学没有哭哭，好棒棒，有没有？那你今天有交到新朋友吗？有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我的 new friend。你的 new friend 啊？你的 new friend 叫什么名字？你不打我忘记了。真的、哦？那你今天有小朋友陪你玩吗？有啊。那你今天还要玩什么？涂的蛋，有老师叫你涂涂哦，有画画吗？没有画画，那还有玩什么？故事书。有念故事书啊，你最喜欢听故事书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乖乖坐好听老师讲故事？有啊。他讲。哦，是这样子啊，哎呀，好棒，拜拜。